저희 영화는 액션, 멜로, 코미디가 다 담겨있는 유쾌, 상쾌, 통쾌한 아주 종합 선물 세트 같은 그런 영화가 될 것 같습니다. 会让你觉得这是一部很立体的电影，有惊险的部分、悬疑的部分、刺激的部分，然后还有搞笑的部分。 任何一方面都会带俾观众会有新鲜感啦，同埋会有好多看点嘅，一定会令到大家由入场开始到散场，一定会喺度好开心嘅。花了很多心思在拍摄的地点，也可以看到一个 teamwork 的精神。韩国、中国、泰国、曼谷，很多跨国的拍摄，除了有一些喜剧的元素，还有。 很刺激的动作场面，相信这一部应该是一个大家看这个很丰富的、很刺激的电影。我在飞车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些镜头是在红岩完成的，翻车的时候，他真的把整个车弄歪了，好像玩那个游乐场机动游戏一样。 拍摄的戏还不同于以往的那些，会有一个非常帅气的这样送一下的过去，飞过去的一种感觉。再加上会有追赶啊、爆破啊，然后撞车戏啊，撞了自己车都4~5列，我觉得这些非常有需要，否则的话这种爆发力就没有办法体现到。他们动作戏也有做那种动画，然后也有预先先排好了。韩国的团队也都好专业，所以大家配合的时候呢，好多嘢都可以好快沟通到，都冇问题咯。呢样嘢真系非常之好。 그리고 이제 무술감독님이 좀더 힘이 있어 보이는 액션 준비에 대해서 좀 신경을 썼었고 그런 액션들을 넣다 보니까 아무래도 동작들이나 이런 큰 동작들이 들어가게 된 것 같아요. 유쾌하고 가볍게 볼 수 있는 그런 영화였던 것 같아요. 그래서 再加上我们这个电影制作团队啊、班底啊、剧本都非常好看，整个制作都是非常用心的。演员阵容，我们也特别喜欢。希望大家支持，最短的时间跟大家见面，我跟大家一起期待。